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右夏。今天呢，咱们来做一款非常适合短甲的款式。首先，小拇指用极致白薄薄的打了一遍底，然后其他三个手指用到的是果冻裸的01号，这是一个四色的小套系，非常显白的一个颜色，给你们挂在下方小黄车上啊，是松色版的。然后你们有喜欢的可以点进去看看。然后小拇指极致白两遍打底以后，咱们取出极黑的彩绘胶，用拉线笔去给它画出斑马纹。这个斑马纹之前有过详细的教程，然后呢，咱们主要就是以大一号、小一号的形式去画它，然后两头尖，中间略微的粗一点，在空隙处呢，咱们给它穿插，单笔的。画好以后照灯，然后无名指咱们用免洗啫喱粘钻胶给它画出一个边框。这个边框的话呢，唯一要注意的就是第一线条要流畅，不能坑坑洼洼。然后第二就是在画的时候，不要画得太满，两侧略微往里收一点，这样的话会显得甲面非常的纤瘦。画好以后，然后咱们用荧光色12套胶里边的蓝色给它上上颜色。中指的话呢，用普通的极致黑甲油胶画了一个简单的豹纹，然后食指和无名指是同样的，然后画出立体纹路，再用荧光色的黄色给它上了一个颜色。然后咱们大拇指的款式和小拇指是同样的，把颜色上好以后，咱们可以去照灯，然后呢，咱们把画彩绘的这个手指呢，给它上一个加固胶照灯，最后全部冰晶封层就可以了。这个冰晶封层真的是超级亮的，学会了吗？我是右下，艾米家超乖男人，双击哦，么么哒。